好多咩靚模，咁咧我真係啲名我都講唔出，都唔緊要啦，好多觀眾嚟緊都講唔出。咁但係佢哋搏上位嗰個做法或者嗰啲態度咧，其實有啲我就唔接受唔到嘅。你先睇下 model 靚模呢個現象，你覺得係咩嚟嘅咧？嗱，首先咧。model 咧喺我嘅 standard 咧，我入行到而家 standard 都係一定要五尺九寸啦。咁三圍一定要係 at least 係34-35cm。即係因為 TDC 做 show 咧，我哋係貿易發展局咧，佢有個 standard 嘅。你做唔到呢個 standard 咧，你就永遠都做唔到個 show。佢哋都嚴格嘅佢哋。咁但係你話 level 嘅咧，佢哋我諗係用一個比較即係 level 即係靚妹嘅意思，即係可能細粒啲嘅。咁但係佢哋就是一個專業的模特兒的身份，但他們可能是好像日本都有很多什麼水著不同的不同角色的 model， 但他們的你剛才說他們的表現他們自己的工作上的方法呢，可能就真的比較誇張了，即是我們覺得完全是兩回事的。